2017年，他邀请这个新住民入府啊。那这位这个何景荣先生当时被邀请进去，他就写了一篇脸书。这个脸书一登啊，超有画面感，而且大家觉得哦，蔡英文原来也是有血有肉、有把塞的这种啊。这篇引起了极大的回响啊。网友说，没想到我们被这个没料的人骗了这么多年，文情并茂，整篇看到笑哭啊，笑死，好有画面感。他到底写了什么？来，我们把那个脸书整个调出来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会比较完整一点啊。这个何景荣跟蔡英文在总统府啊。2017年12月8号上午，我又被叫进总统府，美其名是总统要关怀新住民，咨询新南向政策，但事实上是干嘛？进府内吃吃喝喝，拍拍照，营造民进党政府关心新住民、推动新南向的假象而已。后来我才知道啊，民进党就喜欢那种没有声音可以拿来当样板的新住民或者原住民，就算有这个为祸人间的酒驾前科，只要听话。这样可以升官，像我这么多意见比吕秀莲还吵的新住民，民进党当然是不喜欢啦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场等了很久，蔡英文才终于姗姗来迟，坐下来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给你猜。蔡英文说：“哎，刚才开国安会议，我都快睡着了，他们讲得好无聊。”你相信吗？他说大家听到都愣住了，堂堂一国之君，哎，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这样批评党政高层？我心里这样的想的同时，望向我左前方的赫敏，林赫敏啊，他平常像弥勒佛一样肥厚的笑脸，这时候露出木然的铁青之色啊。你看，刮好以后不能再让他说实话，读稿机一定要随时在侧，逼他照稿念。我猜他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哈。还有还没结束哦，你觉得很惊讶、很好笑吗？好笑的还有后面。小英总统对我说：“每次开会开到快睡着，我好想喝一杯你们印尼的咖啡哦。”啊，挂号不是爱台湾吗？怎么不说爱喝古坑咖啡呢？哦，干嘛偷蹭我的祖国？然后他又说：“你们印尼有一道菜，就是这要怎么念啊？Assam 是吗？Assam 啊，我以前念博士班的马来西亚同学请我吃过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道菜。”我心里想。报告总统，阿桑这个印尼字的意思是酸啦，不是菜名啦啊！当时我想的是，蔡英文是一个连 Thailand 国民都会拼错的博士，傻得可爱哦，难怪会被这位马来同学骗啊！你看写这么多，你看完以后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很抱歉，大家突然想到草包、脓包两个字、几个字，没料啊等等哈、哦，哦菜包。我们的副口有人说菜包啊、哦，好来，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，所以这篇已经在 PTT 上炒得非常非常的热烈，这篇会引起极大的回响，文情并茂，而且真的是很有画面感，对不对？那民进党代理秘书长林赫敏说，何景荣先生多次消费跟总统同台的机会啊、哦，借此刷存在感，这个营造自己的声量，发言通篇是自己脑补的内容，这种消费他人的操作，我才觉得真的很无聊，亮哥。以你对小英的了解，你觉得这是不是真的？今天下午事实上爆卦节目，何景荣这个人啊，他事实上长期在写脸书，因为他来自印尼，新住民，对，那现在在台湾啊，他参选过，那也参加过民进党的这个新南向相关，他也是成员之一的啊，这个人不太会说谎的啦，他老师啊。他目前在学校当副教授，我当然相信何景荣的感觉啊。对，我说何景荣跟赫敏，你相信？他们两个就坐正对面，因为那个照片已经被公布了。就林赫敏就坐在他正对面。我觉得那个场合就是啊，因为蔡英文有很多这种场合啦，就是他就是会故意觉得他在这个叫什么？你记不记得马英九以前叫马英九式笑话？对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蔡英文式笑话，他觉得是拉近距离啊，对，很可爱啊，所以就扁一扁国安委员讲话很无聊啦，那就要拉近他跟这些西南向这个各国代表的距离嘛，啊，这种拉近的方式，不，他就自以为这样是幽默，啊，人家当真嘛，人家就觉得，哎，你怎么会讲这种话？不，当然这个我没有办法，我可是我不认为何景荣会去掰这种事了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所以他讲的是真的，你觉得？
当然是真的啊。那今天那个我看到下午那个韩冰也讲，因为韩冰以前当记者嘛，他说他们有一个场合就是去访问蔡英文啊，大家就问了很多很多，就记者准备国策政策问题呀、啊、等等，就问蔡英文。啊，蔡英文你知道就是据点王，嗯，你问他很多，他就大两三句就结束，两三句就结束。你知道我们记者最怕这种人，很难问，你知道吗？超难问的啊。但是后来有个女记者就问他，那总统你的猫，一讲到猫，蔡英文不得了，哇，讲了讲一大堆哈。所以真的、哦、小英就是讲对于这种硬邦邦的政策事实上是不感兴趣的是吗？除非他认为很重要啊、或是跟权力有关，否则对于别人提的他基本上没有在听啊，没有在听啊、哦、没有在听啊、嗯、事实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嘛，因为他对很多重大的政策啊，对，那悬而未决嘛，嗯，可是他又把权力抓在手上，嗯，甚至包括现在立委立院党团以前投反对票，像林淑芬跟刘建国，现在被留校查看呢、啊。嗯，你如果再投一次反对票，就取消提名呢、欸。对，以前民进党哪有这样？所以现在党内还有立院党团，还有这个行政院各部会，如果总统还没有拍板，就没有人敢做决策嘛。嗯，现在就变成这个状况。嗯，那现在就变成蔡英文对他没有兴趣，可是大家都认为很重要的议题，你不表态嘛？啊，大家想要有所作为啊，那你不表态，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嘛、啊。嗯，那李远哲不是讲了吗？那气候变迁，你不是要有时间表？对。那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2025我就不在任上了。”对对对，那个应该也是他讲的，没有错。当然是真的，李远哲干嘛去讲这种话？但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那我再讲嘛，劳保2026就要破产嘛。嗯。你每年要补洞、啊。那大家就觉得一年至少要补个一两千亿吧，嗯，结果劳保我们的劳动部现在一年只补300亿啊，嗯嗯，那你2026怎么办？那这个问题他也不回答、啊，那你不做决策，大家怎么做决策？所以难怪他根本不去召开记者会，他也不接受，已经700多天啦。已经2年多了啦，对对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？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